我去中国大陆一定要按摩，按摩是舒压。嗯，那个门一打开，房间门就抽个纸条，你要按摩吗？我就打电话叫他来按摩了。嗯，那我们坐下来，我就来按摩，我一按就睡着了。你是我，躺下来，我是你。对，两小时的课程，知道吧？按啊，快一小时五十五分，知道吗？嗯、那个女的慌了哦，就跨下去了。哦，你要来点特别的、啊，这样子是这样子玩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不动如山，知道吧？你是杠不起来，不是？独破盲肠，见解没有啊？你知道吗？没有跟别人讲过。小姐，你不懂，我做不到。是要礼貌，知道吗？是讲按摩，第一位就是按摩师。你好，哎呦，你好，王怡慧小姐。对，您今年几岁？二姨。啊，请问您做按摩师做多久？两年。十九岁就出师了。那请问一下，男生在按摩来讲，哪一部位是比较敏感、比较害怕？大腿，比较上面的地方。大腿啊，这个大腿会很痒啊。嗯、大腿内侧更难受，你也会哦。就是这里的筋啊，这里的筋，这里会吗？这里有点舒服。不要停，你去压这里。不用。好了，干什么？杠起来，主持节目杠起来，对。就是我们脚底按摩是坐着，然后我们如果时间够的话，会帮他推大腿，推上面一点。然后他觉得可能害羞吧，眼睛就看别的地方，对，或者一直笑。不是，你按那边，我看着你眼睛，那个会动真更怪。太怪了。对，那胸部有什么好尴尬？有，就是我们按身体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是帮他放松他的胸大肌，那我手会放在他的胸部上，对，副乳的那个地方。那男生可能就是会害羞，把毛巾整个脸盖住，他不敢看到我。那你按你是什么样的表情？哈？没有，就是很圆润，就是专注这样。不会笑？对啊，不会笑啊。那按脚。人家问的问题有什么好尴尬？因为我们脚底啊有很多反射区，像有一个地方，女生她是代表子宫，男生是射护腺，对啊，有一些客人不知道，想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么痛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他是射护腺反射区，男生就尴尬脸红啊，他可能觉得痛代表什么快断了？没有，痛的话有可能只是那边气节比较多，对，或是他比较少按会塞住，对不对？并不是代表功能不好，对，不一定是。你这么瘦，你 OK 吗？可以呀、啊，要试试看吗？哇，来一下，我们专业的，让他试一下。那把我纸内裤拿来。当然，等我下班。肩颈，看看你的胃，是不是这个手劲怎么样？放松他的那个肩膀这两块肌啊，很紧绷，这里很紧绷，对，这里。还是有点高，他还是用我的。再来一点，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最低了，没办法。要不要脱衣服？不用，是不用。哦，对，是我怕。还是你想先洗澡？好啊。冷静。太高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比较高，没有办法。不会坏。哎，这个好了，这个舒服，这个舒服。你的身材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我的手机。砸烂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样。什么感觉？舒服的感觉。他的那个还好，劲道力道还可以。有五十斤，这个是几分力啊？几分力可能有点紧张。你会紧张哦？当然。不要紧张，我们到后面按。我觉得OK 耶 ，OK 啊，很舒服。肾怎么样？因为我不太按摩的，他按的都是按穴道。对对对，穴位。对。鹏哥觉得可以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像张维忠是按器官，不是按背部，他做忍者龟。我是最近常洗三温暖了，所以筋骨应该不会太硬，对不对？还算可以哈。那你可以帮肩膀还是要？我觉得你这个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这位。我教一下，他是老师的。回去。真的按的是他用这个肘的力量哈，才能够消减他手肘受。老师，我觉得你会被瘦死。享受一下，坐一下，我这个不要用手，示范一下手肘的，可不可以？对，这个它省力，我们也舒服，再用力一点，放感情一点，很硬吧？受伤了，还可以吗？
难得享受在那边破坏。你说有时候按穴道对不对？人的生理会起一些反应，会啊，会刺激啊，会刺激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脚底反射区会刺激到肠胃蠕动啊，是，对，哦，肠胃蠕动，那会怎样？一直放屁，会不会落塞？有，所以要穿纸内裤啊，像我们按摩的时候按到很多地方客人会放松，他身体就是会加速代谢，对，然后肠胃蠕动可能会有一些排气的动作出现。落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，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，